米兰社区树林区里的豪宅 Blue House， 一间进驻社区的创意料理餐厅。虽然置身豪宅当中，餐厅却没有一丝高不可攀的气息。店里的装潢也很简单，几张方形与长方形的木头餐桌拼凑成 Blue House 的模样。椅子上铺着红色跟蓝色的垫子，点缀了空间，也活泼了用餐环境。意大利面、炖饭、焗饭与披萨是这里的主要餐点。有着墙面上贴图的陪伴与亲友们的闲谈，就是美味的一餐。